忘记了这世界所谓的正义方到底在哪里？难道动画里的勇者全部都被魔王抓起来被修理？我们还在自我安慰，把人也吓死不了，冷眼相对着，直到人们忘记天界，等着世界毁灭，盎然回首才发现以后会。欢迎收看尼亚斯的游戏实况，我是尼亚斯。今天我们要实况的是 Minecraft 的单人地图 RPG 整合冒险生存咯。对，没有错。然后看一下材质包，好，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昨天的时候我已经有录一集那个就是 RPG 整合冒险生存，可是呢我发现我麦克风没有插好，所以都是杂音，听不到我声音。对，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昨天进度我到哪里。对，因为大家看不到影片嘛，对不对？昨天的进度呢，就是我回家了。我回家去，应该说，昨天的进度是我从家里的那个空中之城下来之后，我在家外面遇见了一个女巫，她的血量200多滴，然后还会隐形。隐形的时候，我还有时候打不到她，然后就跟她奋战了很久，死了很多次，所以大家看到我现在变两等。然后我家的牛跟羊都被她杀光，超级可恶，一直丢一堆药水。对啊，所以我现在又回到这里啦，有点可怜的感觉。好啦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这个 RPG 整合冒险的有一个 bug， 就是你不能拖曳东西丢出去，不然会有 bug， 很容易就 Minecraft 就崩溃荡掉。好，你不要再玩闷了。我现在想要跟他买这个钱包啊，可是是 32A， 好贵啊。对啊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。嗯，好像没有呢。硬式雕像，战无存货啊，好吧。然后我们这一集再回去好了啦，对吧？顺便采收一下，然后那边应该是啊鸡啦，我好久没来看鸡了。啊，有蛋有蛋有蛋。哎，哦。入口在这里，耶，两只鸡了。然后大家听到我喉咙怪怪的，就是因为我感冒。最近感冒4天没有拍片了，昨天算是拍真人实况啊，算半真人实况，所以不算游戏实况。所以今天终于可以好好拍一下啦，应该是没有杂音啦。我在录之前有试录过，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就继续吧。赶快弄好，赶快回家。那只女巫真的，我不是骗人的，超难打。然后丢一下种子，沿路丢。啊，就在这里啊。OK， 啊，又捡到。然后大家看到这附近有一些房子是以前没有看过的，对不对？像是这里好像多出了这个东西，还蛮酷的。这里面是干嘛？可以偷东西吗？不行，好，我可以聊天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他不放我出去耶，我要怎么出去啦？哎，他不放我出去耶，天哪，走开！啊，有了，单击右键会有视窗跑出来，没有啊？哎，有哎，嗯，看不到。好啦，我们先回去了。走走走。大家可以听到我还有在咳嗽。前两天的症状是完全没有咳嗽，所以我判定现在咳嗽应该是把细菌咳出来，有在
不在，就是身体有在对抗细菌，所以应该有好的迹象，喉咙比较没有那么痛，对吧？冲啊冲啊！而大家听到我声音会有点小声，是因为我讲太大声会想咳嗽。大家等一下回去就可以看到我动那个栅栏里面完全没有动物，超可怜的。我顺便剪一下羊毛。耶、yeah, ，挺好了，哎、欸，又来了。我想说终于停好了，结果它又爆掉了。顺便砍一下树啊，哎，不要砍这个，砍这个，不然它们都连在一起。知道为什么我要砍树吗？因为我要做爬梯，我要做爬梯，到时候可以上去那个天空之城那边。我直接把它叫天空之城。先把它打掉，不要让它黏住。OK， 然后大家看到我多一颗心，是因为我上一集，我记得是上一集吧，我找到一颗心脏，对，然后吃下去之后我就多了一颗心。那死掉之后那颗心脏会跑出来，等于说你要重吃啦，重新吃掉。大家可以看到。全空了，然后我们啊忘记拿铁锭，那之前做一下面包，哦，刚刚好。然后我们要再做很多的木棒，一组不知道够不够，希望是够啦。好像不够啊，你觉得？等一下哦，多做点以防万一。哦，不够啊，51个试试看啊。嗯，看起来太阳快下山了，那晚点再去好了。我们先去看养鸡场怎么样？虽然我没有种子养他们了，我只是要来拿鸡蛋而已。哎，没鸡蛋吗？没关系，随便打个草就有鸡蛋，不是就有鸡蛋，就有种子。我还生鸡蛋吧，我还生鸡蛋，生鸡蛋，不生，讨厌。玩一下山，我睡个觉，然后这样就不会有怪物出现，就可以上去了。呜、哦，快下山，快下山！然后上一集你们没有看到的那一集啦，就是我箭矢全部用光，全部拿来打那个女巫。那个女巫当时就在这里，就站在这个地方。然后我过来的时候打她一下，她就隐形，超级可恶的啦。盾是已经长完了吗？然后我还打到唱片，睡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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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可以了，好，那我们来进行这伟大的工程吧，上去天空之城。先呢，我看一下哦，这样子。嗯，看起来还蛮顺利的嘛，这样子好了。
欸，嘿嘿，蛮顺的。等一下哦。哎、欸，真的还蛮顺的。希望这次不要死掉。吃个东西一下。好。哎、欸，感觉应该够哦，这个爬梯。少盖一个，此时一定会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用水电梯呢？我的回答是，我现在才想到，没关系啦，盖了就盖了，就把它盖完吧。帅死！我们还需要很多的木棍啊。Go go go！ 这一集会有点闷，因为我喉咙还是很痛，也没有那么痛啦，没有想象中那么痛，但是还是会痛。我到底在讲什么？好，然后最近那个末路求生我应该会暂停拍一阵子，因为我不知道我上一集的实况，就是真人实况有没有讲，就是因为末路求生他人杀人的太严重了啦，所以我觉得我每次收集一点物资然后就被杀掉，收集一点物资就被杀掉，那不然就是随便一只拿枪僵尸把你杀掉，然后你想要回去捡物资也没有办法，物资就全部被清除了，一分钟之内就清除了，然后你就很久了，又要重新收集物资，然后附近又突然出现一只开枪僵尸，所以根本就是恶性循环，根本就是很困难啊，然后再加上玩家会互相残杀嘛，而且你有的还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互相残杀，就是一个很大的缺点。好，算了算了，那个泥土不要捡了。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够哎、欸，爬梯完全不够。嗯，我想想。算了啦，就这样了啦，懒人用法，超懒用法。嗯，我到底要怎么转呢？哎、欸，快到了！楼上有人看到没？可惜我的泥土好像要不够。拜托神赐予我力量，赶快让我上去吧！我是说以正当的方式上去。啊，石头啦，现在靠石头了。要到了，要到了，太棒了！有了，有了，太棒了！我终于上来了啊！暴躁，好吧，不跟他讲话，没东西了。这是石巨人对吧？好凶哦！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要理那个暴躁的人。你好，陌生人，情绪化，说故事。这是奶奶你的、啊，
你的互动握手不用了谢谢啊，笑话啊，说故事，希望你会保护我远离僵尸，真的特别不要交易哦，钻石好贵哦，可以不要吗？骑马，这里没有马让我骑啊，停留移动，笑话，一语双关，不行，你根本没有机会，好凶哦！跟着我，我尝试和你在一起，什么东西啊？要跟着我？哎，真的有哎，他会跟着我哎，好酷哦！停止跟随，好，好酷哦！啊，我的手看起来非常肮脏。那说故事，大笑，说故事啊，笑话，算了。这里的人都毫不友善。啊，我们去逛一下之前上一集没有逛到的那个房子。哎，他会叫我的名字，哎，好酷啊！很多木厨，那附近应该都是种植。哦，这附近应该都是农场了。只剩后面这几间我没有看过，这好像 Hin 哦，哎没有，他眼睛不是白的，好多人哦，哦，当然是要做个勇者，把东西全部偷完啊，对吧？金苹果哎，好棒哦！其他东西都很普通。外向，笑话，聊天，握手，欸，这个人还蛮好谈话的吧？欸，什么东西？补血药吗？好，算了，不跟他讲了。那个说故事，还有两间嘛，逛完两间。又是木厨。认真的啊，我应该对我自己感到羞愧啊啊，贵好吗？不，吓到我，煤炭很普通好，看起来是没什么东西的啦，就是交易嘛，然后就这样我把东西能用的东西都偷完了啦，我想这个应该不用标记点的啦，因为就在第一个家附近，所以就不用标地图了。嗨，你好。欸，他会叫我名字，好棒哦。交易是一颗绿宝石，三个面包。我没有绿宝石，我没有绿宝石。我可以送你一个铁锭。互动礼物，铁锭。我无话可说，很闷啊，如果他跟着我，他会不会死掉？他会不会跟着我，然后最后就摔死这样，会吗？我很好奇。他不会摔下去，那如果我走这边呢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发现有一个村民想下去，你可以让开吗？啊？他叫我立刻滚开，好啊，我也想滚开啊，你也滚开。欸，这个村民有智慧，会走那个路哎。欸，他人嘞？欸，他人嘞？等一下，他人嘞？等一下啊，他人嘞？欸，好，欸，
哦，他下来了啦，他摔下来了。哦，跟我回家，跟我回家，快点，跟我回家，跟我回家，快点，快点。耶、yeah! ！哇哦，酷！可以带村民回家，好棒！哎、欸，它会传送啊，这不就像宠物一样？这有点怪吧？欢迎回家，欢迎进来，进来！哎、欸，它会关门呢、欸，好棒哦！交易。那绿宝石，我没有绿宝石哎、欸。互动击掌，哎、欸，他会给我哎，你、欸、还、欸、真的可以、欸，笑话。这个村啊，好感啊，有好感。啊、我在讲好感，这个家不可以去，为什么？特别，请求协助。他那是大便吗？他就这样丢一个东西出来。有点奇怪吧？哦，保镖哦，目前不能请他用农业啦。嗯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说故事。以后我们应该常见面。好感度145哎，好高哦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。好，给他一个唱片看看会怎样。礼物。哎，获得成就，今晚不会自动传送回家。我这什么成就啊？等一下，这什么成就？为什么看不懂？送唱片给他，他会开心是吧？那如果我送一个花朵给他嘞？看一下、哦，好感度167。哎。随便乱按，没有码、哦。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他了。我把种子奉还给他哦。非常好的礼物，等一下，这个礼物你也喜欢了、啊。170哎，然后我先把它变成200看看。礼物，我不是一个垃圾桶。哇，减那个减好感度了啦！小麦呢？小麦可以，可是小麦那个一次的值比较少啊。我把铁锭通通送给他啦，因为铁锭我很多啊。有铁锭好像也不错。嗯，铁锭不错。然后没东西了，睡觉。哎，有怪物，等一下，停留，移动。哎，不对，停留。等一下，我先消灭怪物。跟着我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我已经带你来这里了。好。那，哎，看错了，我要吃东西而已。好、啊，那我觉得，哎，我在干嘛？现在他出来哦，他会出来吗？会，他会关门。好，那我们跟着他一起结束吧。好，那，哎，为什么他为什么不转向正面呢？为什么呢？好啦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里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个喜欢或是订阅啊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欢迎到赤联军团的粉丝按个赞，或是看下其他段友的有趣实况哦。那我是尼亚斯，记得来尼亚斯的粉丝按个赞咯。那我们下一集的实况再见咯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比如说尼亚斯可不可以跟你拍片，尼亚斯可不可以跟你要 LINE， 尼亚斯可不可以加你个人 FB， 尼亚斯可不可以跟你要电话，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。想问这些问题之前呢，先看一下我 YouTube 实况频道的简介，都会有你要的答案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再来问我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集的实况再见哦，拜拜。
想成为有实力的创作歌手，但是他失败，渐渐的快放弃。从前有一个小男孩，友情不在，他完全的被当怪胎，但是他知道孤单的最独特。我都忘记了追梦的那种感觉，努力去做永远不对，可是我知道我绝对没白费。我都忘记好朋友的那种感觉，努力表演永远不缺，我只是想要一个人的安慰，流着泪。Yeah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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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，他想成为有实力的创作歌手，但是他失败，渐渐的快放弃。从前有一个小男孩，友情不在，他完全的被当怪胎，但是他知道孤单的最独特。我都忘记爱音乐的那种感觉，也失去了完美机会，可是我知道我绝对没白费。我都忘记好朋友的那种感觉，努力表演永远不缺，我只是想要一个人的安慰，流着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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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